哎，爸，又要擦卫生啊？这萨马兰奇刚走，又飞回来了。飞回来，志新今儿要带女朋友来。对，走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们把家往超豪华里布置。我还当什么稀客？不就志新的女朋友吗？这孩子别的特长没有，就这一个星期仨俩的往家带。哎呦爸，您甭说，人这回动真格的了，说了今儿晚上这顿饭就是定亲饭。哼。嗯。哎，来。哟。诸位。哎。杨晶晶。德才军备，品学兼优，团市委推荐学习的标兵。哎呦，你的主要事迹是什么来着？舍身挽救落后男青年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太好了啊！我们志新的强项啊，就是舍身挽救落后女青年啊。哎呦，太合适了，那个、真合适这个。晶晶，这是我大嫂，哎，这是我大哥，都是自己人啊。请坐，坐，坐，来坐。嘿，来，你忙活什么呀？坐吧啊，走，随意啊。大叔好，阿姨好。你到隔壁郑爷爷家去一趟，看艳红阿姨在没在家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快去。不用了，我刚给郑爷爷送晚报，艳红阿姨没在家。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贾志新同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事，安全更安全一些。安全。坐。为了我们此次的会谈能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，为了我们的爱情之舟能够顺利的抵达幸福的彼岸，小张，沏茶。来呀！不过我好像还是不太明白，你好像是在防谁？防谁？对，我用得着防谁？这在我们家吗？你怎么混进来的？听说你女朋友今天来吃饭，我一直在里边帮厨呢。哎呦，这位就是杨晶晶同志吧？